呢是星期天的早上，美国呢是星期六的晚上，所以呢我要讲大家晚上好，和大陆的朋友呢早上好，非常感谢呢你们来到我们医者联盟公益讲堂。那今天呢我们请孟医生呢给我们大家谈一谈糖尿病的来龙去脉，所以呢会讲得很精彩。希望大家呢能够静下心来听，而且呢，就是里边的知识对家人、对周围的朋友是可以非常有帮助的哈。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孟医生。好，谢谢。好，谢谢大家。那么我现在就开始那个做今天的做吧。好，谢谢大家。我可能把我的电放到这边。今天我们要讲一讲糖尿病。在讲糖尿病之前，可能今天线上的朋友有一些是老朋友，但也一定会有一些新的面孔。我简单地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老孟说健康，我是出生在一东北，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工作在一华北，毕业之后去了北京医科大学的人民医院做外科工作，后来是漂泊到流浪到了北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作为一个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员。有好多人会问我说：“老孟，你为什么弄成了一个老孟说健康？”这个是受我们辽宁的有一个老梁说事儿的启发。人老梁说事儿什么都能说，人老梁可以说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我一想我不行，我就仅仅懂得一点点的医学知识，就了解一丢丢的分子生物学，那又同时有多年的对健康保健的领悟，还有一点自己独特的一些见解。我一想，那么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那咱们就直接单独说说老百姓的事儿吧。那就我弄了一个“老莫说健康”这个平台，这就是我的一些的简单的一些自我介绍。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糖尿病。对于糖尿病，可能并不陌生。所有人，可能我那天和别人讲过，中国大陆上来讲，对两种病一定会有那个认识，一个是糖尿病，再一个缺钙。那么我们说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就是以一组高血糖为特性的代谢性疾病。大家记住，一定是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糖尿病大概分成两种，是糖尿病一型和糖尿病二型。一型糖尿病是胰岛素绝对的不足，大家记住，一定是绝对的不足。常常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一型糖尿病大概约占有10%左右，大概一般在10岁以前，胰岛素绝对的分泌不足。很不幸，如果您得上了这种情况，那么您可能终生将以胰岛素为大。那么我们日常所说的糖尿病，多数都是指的二型糖尿病，是胰岛素相对缺乏。大家看到我特意用红字标上。相对缺乏，它多数见于成年人，一般40岁以后，好多人开始出现了胰岛素相对的缺乏。为什么叫相对缺乏呢？有好多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他的胰岛素一检测的时候并不低，甚至说有一些胰岛素还偏高，所以说我们说叫相对缺乏。那么在讲到胰岛素和糖尿病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的一线干部。啥叫一线干部？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胰腺和肝脏，对不对？这是胰腺，这是肝脏。我们先说说我们的肝脏，这我们的老干部。我们人体内的脏器之中，肝脏是最神奇的一个脏器。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合成蛋白质，同时又调节糖的分布、糖的代谢，同时又分泌各种的激素，又把它合成的分子排放。东西又通过运输运往到全身各处，让我们各个脏器、让我们的细胞去得到各种的营养。同时，我发现我们这个干部啊，它有储存食物的作用。特别是我们吃进去一些食物之后，我们的葡萄糖可能突然间这顿吃多了的时候，它会要变成糖原在我们肝脏内储存。所以我给这个肝脏啊，又命名了一个叫“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为啥说叫吃苦耐劳呢？
我们的肝脏人体内的毒素大约有70%由肝脏来排泄的，是由肝脏去清除的，清除到体外的，所以肝脏几乎就是在一个大的一个染缸之中，在一个毒素之中存在的，它每天帮助我们身体去排除约70%的毒素。大家说它是不是属于吃苦耐劳？为啥叫任劳任怨呢？人体内只有肝脏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它不像心脏，如果心脏你所以说你缺点血的时候，是咱们大家都知道，哎呦我的妈呀，心前区疼痛了，剧痛了，出汗了。肝脏不是，肝脏没有痛感，一般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很少能发现，我们在临床上很少能发现早期的肝癌。为什么呢？当你肝脏癌变的时候，很少早期有痛觉。当你发现说哦我右上腹肝区有不适的时候，这时候多数都是已经到中晚期。我们提到这么好的干部同志们，那么一定会有一些腐败分子。那些腐败分子是什么呢？比如说人家肝脏都储存了好多的糖原，那你说你的肝脏是不好的干部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些糖原转变成了脂肪，慢慢慢慢的这个腐败之后，这个肝脏就变成了脂肪肝。上次楚医生也讲过了，是包脂肪之后慢慢慢慢转换成脂肪肝，变成了肝硬化。那么提完了我干部，再看看我们的一线的同事，我们的一线大概主要的分泌两种激素，一种是胰岛素，一种是胰高血糖素。那么这个胰腺如何去调整这个血糖的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人体内的血糖升高的时候，胰腺就开始工作了，它就开始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升高之后开始去降血糖，让我们的血糖又恢复到正常。所以说当我们吃完早饭吃完晚饭的时候，我们的胰岛素的水平一定会偏高。记不记大家在做血糖检测的时候都让你进食12小时，目的就是说在你进食之后你的胰腺分泌胰岛素水平处于平稳状态，这是说我们血糖升高的时候。那如果反过来，如果血糖下降呢，那么我们胰腺就分泌了另一种激素叫胰高血糖素，它就开始升血糖，让我们的血糖处于正常。为什么它是胰高血糖素升血糖从哪来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肝脏有一个极大的功能是储藏功能，它这种储藏功能之后，胰高血糖素就把这个糖原转变成我们的葡萄糖，供我们身体所有的能量。那么说胰岛素升高是降低血糖，是如何去调整这个血糖的呢？我简单画了一个图，这边是一个血管图，这边是我们的一个人体的正常的细胞。当我们这个血液里有存在着血糖的时候，当血糖开始增高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胰腺要干嘛？开始分泌胰岛素。胰岛素是干嘛的？大家也不要去记那么多，胰岛素你就记得一点，它是把这些葡萄糖或者你这食物中的糖分要从血管之中带出来，它要送到细胞里去。那么首先第一步，这个胰岛素要到细胞的门口，因为我们的细胞很神奇，大约有20到30微米，我们人体是由40到60兆细胞组成。那么现在每个细胞上会有好多个门，今天我们现在研究的是葡萄糖胰岛素，那么这个胰岛素它开的这扇门叫胰岛素受体。细胞表面能有多少个受体？能有多扇门呢？有成千上万个。可以这么说，搞分子生物学的生命科学的研究者们在研究细胞的时候一定要找不同的门。如果你今天要想把蛋白转到细胞内，那么你一定要找一个蛋白的受体门，你一定要找一把开蛋白的锁，这真叫一带一路吧，也就是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只有胰岛素才能把这个门开。那么这时候它会把这些糖分转移到细胞，这是完成了我们进餐之后从血管内肝脏到最后进到我们细胞内的一个葡萄糖的一个转换过程。那么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那葡萄糖到细胞内去干嘛去了，这就相当于我们每个家取暖一样，这个葡萄糖你就理解成它就是一个煤炭。我们东北冬天那个取暖的时候你要烧煤呀，你这个煤炭在你的屋子里才能
燃烧才能供你的能量。如果细胞没有葡萄糖，如果细胞没有糖分，我们就没有能量了，人就不能存活了。无论你说话走步做任何事情，每天要好的能量，不是从细胞由葡萄糖来产生的，这时候是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如果你这个没有酶，你冬天会冷，如果你人的葡萄糖细胞里没有葡萄糖，那么你一定会出现了一些乏力呀、无力的表现。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就是刚才咱说了啊，葡萄糖是经过这个门到这里来的。如果我这时的我的血液里的糖的成分逐渐的增多怎么办？刚才我们说两个胰岛素就可以把这几个葡萄糖转移到细胞内，对不对？那么现在我分泌又多了这么多啊，俩人干不动活，没办法，胰腺就只能有多多的分多分泌几个胰岛素，这几个胰岛素协同作战会把这些糖血糖转移到细胞内。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时我们细胞内的糖的浓度会偏高。如果你去饭店吃饭，你说哎呦这菜有点咸，回来之后你一定要多喝水，你打一场篮球出了一身汗，你回来一定要补水。为啥呢？这渗透亚里，当你这里头糖的成分过高的时候，你的细胞就开始出现一个渗透亚里的感觉，这是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糖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叫做糖尿病前期。什么叫糖尿病前期？此时此刻就叫糖尿病前期。文献中报道，糖尿病前期大约经过8到10年，也就是说在8到10年的时候，你上医院去测血糖一定是正常，但是你已经在前期的出现了。经过了8到10年这么多的搬运，我们会发现哦，这个胰岛素这个门的门锁开始坏了。人本来这扇门这一生中就开了10万次，没想到你这8到10年哐哐哐给多开了好多次，这是这门锁坏了。大家再想想，8到10年也挺可怕的，一个抗战都打。这时这些小孩们，这些搬运工也说了，干不动了，累了。那个国共两党打仗8年的抗战的时候，国军的800万军力打没之后，在扩军的时候会招一些什么？大家可能都知道，那就叫老弱病残。老弱病残的时候，这就是我刚开始提到的，说二型糖尿病胰岛素相对缺乏，虽然有这么多的胰岛素，不那么干活了，老弱病残了，一个不顶两个的。这时候如果这血糖再继续增加，对不起，临床上就成为糖尿病。如果你的血糖中的指数在增高大于6.1的时候，临床指标叫糖尿病。在你出现临床诊断糖尿病之前，所谓的就是糖尿病前期，大约8到10年。现代医学的发展确实解决了好多问题，人们的寿命也逐渐的延长。糖尿病真并不太可怕，为啥？医生马上就给你用胰岛素了，用胰岛素的时候就帮你把这么多的多余的血糖呼呼全转到细胞内。那么从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胰岛素帮你修这扇门了吗？没有，胰岛素帮你看你这个胰腺分泌的胰岛素恢复了吗？没有。所以说记得几年前上海东方医院的院长说过一句话，西医的百年历史没有一种药是治根的，都是治标不治本，没有一种药是治本的，都是治标。今天你发烧，我给你泰诺给退烧，你今天血压高，我给你抗压药物让你血压降下来，但是对于你的血压升高，对于你的血糖升高的病因，这些药物真的不起作用。所以这也在这里想和大家呼吁一下，有一些朋友确实血糖比较高的时候，有的人开始服用了一些口服药，有的人开始打了一些胰岛素针的时候，还是照吃不误的。他说啥呢？啊，我血糖没事，我打吃完药我血糖就正常了，那么却完完全全被掩盖了。那么你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你的细胞这个门锁坏了，我们的细胞里头一直在长期的8到10年里边的高渗透压的情况下，内细胞内部的结构出现了。好，我们可以看看从细胞角度出现了一些什么变化。这个是我们一个正常的细胞，
我们细胞每天呢会产生一些自己会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小的碎片，但是细胞特别的神奇，我们人体就由这40到60兆神奇的细胞构成的。神奇到什么呢？它有这么多小碎片，它自己能把这些碎片消化掉。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随着外界的空气的污染或者你压力增大，我们每天细胞内产生的毒素增多的时候，大家就看到了，我细胞只能排除那些点，你一产生增多的时候，我就会慢慢慢慢的在细胞内残留这些残渣。日久天长，我们会发现啊，这么多的毒素在细胞内产生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大家会看到这张图片，这就是你体内氧化后细胞的一些情况。当我在做这两张图的时候，我想家了，我想伟大的祖国了。为什么呢？看到这两张图片的时候，我这边大家想一想，像不像我们芝加哥O'Hare机场的天空？这个特别像我们首都北京机场的天空。什么意思？大家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雾霾的天气。那么从空气污染的角度，我们知道啊，晴朗的天空心情都会好。那么你想一想，你20微米的细胞内有这么多的雾霾，会能造成什么？是不是你在这里头会出现咳嗽、气喘，对不对？我们说肺纤维化，什么都出现了。那么你是细胞长期在这种雾霾的天气下，在内毒素的情况下，长此以往，你细胞原来有的功能都会减退了，甚至都消失了。比如说你30岁的时候你没有糖尿病，你30多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你血压都正常，到了40、50岁的时候你血压也偏高了，你血糖也偏高了。其实并不是别的改变，是你40兆细胞里的毒素在慢慢的增多，你的雾霾的天气，你体内的雾霾天气在逐渐增多，让我们的所有的功能在这出现了一个减退甚至消失，这时所有的病就慢慢。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啊，人到中年好多疾病就上身了，从细胞角度是这么来。那么我们再看看中国40年来糖尿病发展的趋势，中国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发展非常快，我们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这是国家卫计委的一个图标，我们可以看到这40年来中国糖尿病的发展趋势也是一个突飞猛进。大家可以看到从 0.6%升到了2018年的12.8%，那么也有1亿多人口了，这是，对不对？那么我们再想一想，这是糖尿病发展的趋势。刚才我们在想，哦，糖尿病之前有8到10年叫糖尿病前期，那么中国成年人群中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有什么？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不知道能不能猜得到，在中国大陆有50.1%的人。是糖尿病的后备军，也就是说在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之中占有了 50.1%。 大家再看一看，更可怕的是将有1/3的人将转化为糖尿病，也就是说经过8到10年，如果这时候你没有预防，没有自个调控你自己的身体，将有1/3的人变成了糖尿病。在这儿我想起我们的总理李克强去年说过一句话，中国有6亿人口，年月收入是1000人民币。那么大家想一想，在9亿的农村，有多少人没做过医院去抽过血，一生都没去做过检查，一生都没抽过血。那么所以这个的比率是仅仅有统计的，那没有做过这些人又不在这里。所以我想，那么这一个后备军远远的高于50%。不知道今天咱们线上来了多少朋友，那么。如果这么算的话，我们线上一半的朋友应该是糖尿病前期的后备军了吧，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大家不要害怕，如果你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咱们叫做患者吧，或者潜在的后备军吧，并不可怕。为什么？前期是可逆的，大家记住，前期是可逆的，如果你这时候多多的注意，你一定不至于发展成这1/3的糖尿病。好，那么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先知先觉。老孟不是算卦，老孟也不是算命啊。咱们先知先觉一些什么呢？看看哪些人是糖尿病容易易感的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有
糖尿病家族史的，你是自己的直系亲属已经有个糖尿病的，如果你的年龄大于45岁的，可能我们今天线上的每位朋友几乎都在这个年龄段了吧。那么第三，如果你血脂又高啊，血尿酸又高，或者有高血压的，再有一个您体重过重或者超胖的，也就是说体重的指数大于了25，我在下一次的减脂或者脂肪的肥胖的讲座之中，我详细的再给大家去讲一讲体重指数是如何计算的，如何去预防我们的肥胖。再有一个，如果年轻时女同胞们你们怀孕期间医生曾经告诉过你，哦，你的血糖有点偏高，你的血糖达到了那个糖尿病的高线了，如果你这种情况再加上你年龄偏大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易感人群。再有一个特别注意一点，不良生活习惯或者饮食习惯，比如说晚上不睡觉啊，或者一天也不运动啊，或者说你说你暴饮暴食啊，人都说一日三餐你就非得吃一餐呢、啊，好吃的就吃一顿，那不好吃的就不好好吃。再有一些其他疾病长期服用激素的这些朋友们，大家要先知先觉，在这里头对号入座。这些人你们可能更，咱们更能容易的得到一个糖尿病前期的。那么什么叫不知不觉呢？好多人说，哎，老孟啊，你这糖尿病前期我这也去上医院检查了，我每年都体检，那血糖也正常，那我咋知道呢？你刚才告诉我了先知先觉，我可能有两项三项也在这先知先觉这里头了，那有啥不知不觉有啥东西呢？就是糖尿病前期早期有啥表现呢？那你等出现了糖尿病的表现呢，地球人都知道了三高一低，那前期你有啥表现呢？所以今天在线上的朋友来着了，我告诉大家不知不觉之中你有哪些表现要引以为戒。第一，餐前有一种饥饿感，这个并不是说你是那个每顿都饥饿，就是说有的时候饭上桌的时候，哦，你瞅这个饭就好像一直都不能等了，就好像马上5分钟你要去赶火车了似的，常常旁边人说，哎呀，没人跟你抢，你慢点。其实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些，这时候他的突然间一瞬间就急剧的给你他的迅速的下降，是这个情况。第二个，我们说口干口渴，这个并不是多饮的程度，比如说你的平时一般喝3杯水，这时你说，哎，我最近这半年我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也没有讲课，哎，我今天怎么水喝的这么多呢？总有口发干的情况，这在不知不觉之中会出现。第三个，皮肤瘙痒，在皮肤瘙痒我想讲，特别我在东北冬天的时候，大家都说，哦，皮肤干燥，气候干燥，可能皮肤会瘙痒，那抹点那个什么护肤的呀好一些。在美国这边可能到3、4月份开春暖花开了，花粉症出现的时候，有人说，哦，我一出现花粉症是皮肤痒，那这个呢是属于一个季节性的或者气候性。那如果你没事的时候自己觉得，哦，我这下肢怎么突然就有一个那个挠痕什么，你也要在不知不觉之中引以为戒。再有一个轻度的发力，这个不是说特别发力，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人特别的发力，在不知不觉之中你会发现，原来你刚开始打一场篮球，你回去洗个澡啊，喝一瓶啤酒，就接着就干活去了，什么事没有。现在你打了一场篮球之后，你说我得躺10分钟、20分钟，这就轻度的。原来你走5个迈我没有什么事情，你现在走完5迈说，哎，我腿有点发酸或者有点累，这都叫轻度的。再有一点，说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这个不是急剧的下降，如果急剧的下降，对不起，那非常可怕，你应该去看医生，那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或者肿瘤疾病。那么再有一点，说伤口久不愈合，这个伤口久不愈合，好多人可能没有医学知识的人确实是很难发现，很难自己体会到。什么意思？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手拿个口子，第二当天你确实血不流了之后，慢慢绷皮了，说，哎，一周以后的咱们叫嘎嘎吧，就掉了之后，但是呢你这时候现在你又拉着口子，那10天8天这边还冒着小血筋，还往出有一些渗出，这叫伤口久不愈合，并不是一直在流血啊，大家不要是害怕。再一个就反复多次的感染，比如说，哦，今年流感来了之后我也得上了，我们同事都得上，但是我不知道为啥人家3-2天发点烧，发2天就好了，我就哐哐咳了好几天。
这是应该说是你是上呼吸道的东西，你并没说什么出现一些肺炎的情况，比如说泌尿系啊有反复的感染呢、啊。这时候叫不知不觉，大家记住这些项，引以为戒。多数人都把这些情况都忽略了。那么下边我们谈谈什么叫后知后觉。其实后知后觉所有人都知道了，对于糖尿病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吃的就多，一定是喝的多，喝的多就是尿的多，那么三多一少就是体重减少。但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你糖尿病已经形成了，你的机体已经从肝脏在肝内糖原葡萄糖的转换已经出现了异常，你这个从血液之中进细胞的这条通道，包括中间这个小搬运工胰岛素都出现了些问题的时候，你这个肝细胞内已经不能再过多地合成这些能量的时候，我们体重开始慢慢慢慢。为什么糖尿病早期一般都肥胖？我们常常说糖尿病跟肥胖是难兄难弟，他哥俩有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下堂课下次讲说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再讲难兄难弟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三多一少，大家这时候你都是后知后觉了，所有人都知道了，对不对？大家记住，最好要记住一个先知先觉，在不知不觉记住之后，那么我们看到如果你这时候糖尿病就出现了，糖尿病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痛苦意识，出现了一些并发症，这个是眼底出血，这是糖尿病最典型的临床的并发症。好多的朋友并不知道自己得糖尿病，突然间有的时候以眼睛突然看不清，或者眼底出血是注意的。这个眼底出血我们可以看到神经末梢的病变，那么肾脏的病变，如果你肾脏出现这种情况，那只能做肾透析了。我们知道我们人体一天喝进去的所有的液体几乎要都通过我们肾脏进行一个过滤，把营养再过滤回收回去，把脏物再通过我们的肾盂肾小球排到我们的体。如果你肾脏出现病变的时候，那么你几乎这个泌尿系统排泄功能，那么同时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并发症，出现心肌梗塞呀、脑梗塞和脑出血，这都是脑血管出现的一些病变。再有，可能这张图对大家有一些不适哈，特别重的时候说有下肢的坏死。像我记得在我临床的时候，我们给这种糖尿病的病人去这个肺区的脚趾的时候，病人都说不用打，真确实不用打。为啥？他从这儿的神经末梢已经坏死，他的远端已经没有任何感觉。那这种情况下，他多数都是在没有痛觉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些意外，所以说这叫痛不欲生。那么我们可以再接这个，突然间发现了这么严重的并发症，幡然的悔悟之后，我们发现原来都是高糖惹的。就在第一章反动篇，我告诉你，糖尿病是高血糖引起的代谢性疾病。这个是我们体外培养细胞的培养皿。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人体的细胞在体外培养存活的时候，它要求的条件极其高。我记得我在资大做多年的细胞培养的时候，我们这个细胞培养液我们是从公司购买的，一定要有蛋白，要有血清，要有这个脂肪，要有肉糖，我们要包括一定的温度，一定的二氧化碳的浓度，氧气的浓度。细胞在体外的培养非常的娇性，你差一点它都不存活。如果你这个细胞存活率特别低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我在资大，我培养一种细胞的时候，一个月这个细胞就是反反复复培养的不存活。我们就把所有的条件都开始去查了一遍的时候，最后我们发现我们从西格玛的公司购买这种培养液，两次的培养液的批号不一样，这么大的美国上市公司几乎都是制药标准生产的，他们当时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就两个批号不一样的时候，细胞就不存活，贴壁细胞就不完全贴壁，说明什么问题？细胞的生长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微量元素、各种一些矿物质，所以非常的娇性。这是我们培养的是一个叫血管细胞，
之后我们在，这就是说培养基里头要有5毫摩尔的葡萄糖，这细胞才能生长。之后这细胞长成之后，我们在显微镜下拍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血管漂亮不漂亮，长得非常的漂亮，这是血管长的。那么之后我们同时又做实验的时候，我把我的培养液里的葡萄糖提高5倍，我变成25毫摩尔浓度的葡萄糖。那么我们再排除图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血管就长成这样，这是体外我们培养细胞出现的情况。高糖对不对，它高它5倍嘛，你正常是5毫摩尔，现在到25毫摩尔的时候，你血管就长成这种情况。那么大家可以想象，那在你的眼底和这个图像是多么惊人的相似，你的眼底的血管它长成这样，是不是就出现了失明？你的肾脏的血管毛细血管长成这样，是不是到时候你已经失去了各种？这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一定是高糖惹的。那么大家今天已经听到了是糖尿病的前期，糖尿病的临床表现，还有一些并发症，不要紧张也不要去害怕。如果出现这些并发症，以现在的医学的发展已经一定能减轻你好多的痛苦，现在我们叫亡羊补牢还为时不晚。那么我们一定要就扣到我们今天讲说的主题叫前沿言语。什么意思？多数糖尿病的朋友们多数都喜欢见到的甜点特别的想吃，那么我就告诉大家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对这个甜的一定要控制。但是在这里我还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不是糖尿病的病人就是你血糖已经高了，绝不是说糖尿病的病人不能吃糖，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个概念，不是糖尿病的病人不能吃糖，因为我们人体每天一定要需要好多的糖来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维持我们细胞的代谢，维持我们产生的能量。如果你一糖每天给零的时候，那我们刚才那好干部我们的肝脏不得不把我们的脂肪经过多步的逆转路再形成，供我们的细胞产生，是这种。虽然我们叫甜言蜜语，但是一定要以一定的分寸去控制。第一，如何去亡羊补牢呢？如果你在前期也好，或者你现在出现了血糖偏高的也好，适当的运动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有一定适当的运动。我不强烈不建议去长跑，那么要有一个愉悦的心情。对于这个愉悦的心情来讲，不单纯对你糖尿病起作用，其实对你高血压，可能线上有朋友是血压偏高的，是不是很容易发脾气？你血压偏高的时候爱发脾气，你发完脾气还会导致你血压偏高。常常我们说啊，这给我气的都气蒙圈了，其实是你血压突然高了。所以愉快的心情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都有非常的帮助，并不单纯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糖尿病来讲。再有一个就是健康的生活理念，刚才我们说了，你作息时间一定要规范呐、啊，你那个你一日三餐你要有规律呀、啊，对不对？你要进行一个适当的运动，愉快的心情再一点，科学健康的饮食，这个科学健康的饮食非常关键。你不能去那个地摊那个撸串天天去撸，不能天天去吃，每次吃饭都半斤白酒，那么对你的肝脏是极大的损伤。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到，这是不同的食物这个升糖指数，红的就是说糖的升糖指数，这个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抛物线就像过山车一样，当你吃进糖的时候，为什么可能大家知道所有糖尿病的患者兜里都放了几块糖，或者他饿得难受的时候心慌的时候他立刻横块糖马上就缓解了，这叫做高升糖指数比较高的叫高升糖指数，它迅速让你血糖分泌，让你机体得到了一个能量，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它又迅速的下降，所以这叫什么？我们正常饮食的过程之中，一定要选择一个绿色，就低升糖指数。我们常常所说的是荞麦呀、粗米呀、粗面呐。所以在大家我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的时候，好像好多老百姓说啊，你们城里人现在都去农村啦，我们原来吃。改善生活叫吃精米，现在你们改善生活叫吃粗米，它有它一定的道理。我们要吃多服用一些低升糖指数的。再有一个，我们开始要补充均衡的营养。刚才我们从细胞的角度会发现，我们的40兆到60兆的细胞的体内
就在逐渐的增加。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一日三餐里边的营养成分在逐年的减少。大家呢应该知道，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句话，说土地越种越薄，说明什么意思？我记得哈佛有一篇文献报道说，1950年生产的一个苹，同一棵树的苹果和2000年的苹果，半个世纪过去之后，这个苹果里的各种微量元素、各种维生素已经下降到50%以上。也就是说，这土地是越种越薄，地底下，地母亲给我们各种微量元素也在减少。所以这时候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你远远不够我们细胞所需要的各种那个营养素。刚才我们在提到说细胞培养的时候，它要求是非常严、非常严谨的。你说人家这个人就不能吃辣的，你非得请客带人去吃那个麻辣烫的，人家能吃吗？人家就不想吃甜食，你非得带去吃上海的。细胞也一样，不是说你今天给他打鱼，然后我的细胞就高兴了，它要需要一个均衡的营养素。再一点，我们一定要，刚才说了，60兆细胞体内的毒素特别多，我们要把体内的毒素清除，这是对于我们无论是糖尿病前期也好，或者你已经过了病到中年40岁以上也好，预防和调理我们糖尿病，甚至说在调理我们亚健康，这是重要的。如何去清理这个体内的毒素呢？那叫打黑除恶啊！我现在一开始讲的中国大陆最时髦的打黑除恶，清除病毒。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细胞里存在着这么多的毒素啊，是各式各样的，已经影响了我细胞的功能。那么我们就用各种微量元素，我们各种的营养品慢慢帮助你，你以细胞自己不能把这些毒素排掉了，会越积越多，雾霾到最后你飞机都没法降落了，怎么办呢？去靠这些去清理，慢慢的、慢慢的，可以把这些毒素去清理掉。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细胞又恢复了，风和日丽，换你的细胞又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刚才从刚才那图片和这张图片，可能所有人都会感觉到啊，这个清亮，这么明亮，当然了，是风和日丽。所以如果你60兆细胞又都恢复这种情况的话，我想你糖尿病前期不用担心，在你不知不觉或者先知先觉的情况下，你今天听了老孟这一堂讲座之后，你糖尿病一定进入不到那1/3的人群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说真善美，那么可以说你是想一天一针呢，让你的血糖下来维持你的血糖浓度呢，你还是想说从根本上去把这个内毒素清除掉，还细胞一个健康的环境，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达到让我们的细胞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么可以这么说，健康的你有无数个追求和梦想。人们常常说健康是一，你后边可以添无数个零。你可以有梦想，你可以有财富，你可以追求所有的东西，但是疾病的你唯一的追求，那就仅仅是一个健康。谢谢大家，这是感恩有你，用一个感恩的心，谢谢。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糖尿病，谢谢大家。谢谢老孟。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进行咱们一起来探讨。非常感谢孟医生的这个精彩的分享哈。通过这次演讲呢，我们大家可以清楚的知道哈，在体内我们的一线老干部肝脏胰腺的重要性。那么肝脏的话呢，是我们在体内它的衰老的年龄最长的一个器官，也是24小时日夜在工作，在合成，在排毒啊，在为我们人体啊制造所有的必需的营养物质的一个化工厂，所以呢，它是最重要的，也是需要我们来保护的。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大家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孟医生的那个图片，明确的看到，就细胞内的毒素对细胞糖代谢的影响。那我们现在需要的做什么呢？抗氧化排毒，
使细胞能够正常的利用葡萄糖，开启在细胞上面的葡萄糖的这样一个门，让细胞能够利用，细胞利用了，我们的血糖就下来了。好，第三一点呢，就是说在我们的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几乎是一半。那么刚刚孟医生也讲了这些个症状大家要记好，还有糖尿病本身的高危人群大家也要记好。所以呢，希望呢所有的朋友还有你们的家里的亲人啊，你们的朋友啊，大家呢都要互相的进行一些健康理念的分享，能够使把血糖，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血糖做好管理啊呀，谢谢大家的参与，非常感谢啊，大家可以进行一些讨论的，有什么问题哈，可以现场的问一下孟医生，没问题啊呀。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我看到有个朋友问了一个三多一少，一少是体重减少，所以我认识的糖尿病都很胖，还非常好，这是在刚才我也提到了，在下次我们在讲那个肥胖和减脂的过程之中，我会给大家讲一讲难兄难弟，糖尿病和肥胖是可以算是一个亲哥俩吧。一般肥胖的朋友大概能有40%多的人肥胖，有糖尿病的人到最后又有好，大概有48%左右转化成高脂肪，肝脏出现。那么您说你碰到了好几个朋友，他的都很胖，那么这仅仅是在糖尿病的早期，如果出现晚期的时候。等你幡然悔悟，或者你那个抖音痛不欲生的时候，那时候所有明显的三高不低的。大家畅所欲言哈，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没问题啊呀。孟医生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像糖尿病的人的话，除了吃营养素，他自己的那个像那个糖尿的药，他正常吃也可以是吧？好了，我想可能我刚才在讲的过程之中，我最近这两年调理好糖尿病有好多例，我的朋友把血糖从11调整到正常值，那么之后我们记住一点，我们各种营养素、各种的产品。并不是药物，我们仅仅做的是一个健康的调理，所有医生用的药物您句句的不用，如何是增量或是减量，在医生严密的指导下去进行，我们仅仅是帮助你去调理你这些潜在的内部素，调节你身体健康。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明白了，等于是这个是营养素，那个是药，要同时吃，等于不会冲突是吧？对对对，不单纯一个糖尿病的情况，你可能说所有的朋友亚健康状态的或者有高血压状态的没有也好，您该医生怎么治疗去怎么治疗，我们医者联盟包括我老孟说健康，虽然我们曾经是医生，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我们不是在治病，所以我反反复复在跟所有的朋友强调，保健品是千万不要把保健品夸大化，说哦我能给你治好，这话本身犯了，这是一个错误的。好的好的，明白了，谢谢孟老师孟医生，一目了然。我老孟就行，谢谢。老孟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接着刚才那个郑先生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就是说那个他在如果有朋友是糖尿病的话，他这个药还是继续要吃呢，然后结合我们那个营养素的调理，那这个吃药跟那个营养素的调理之间隔久时间呢？这个之间没有任何的冲突，首先第一点大家记住，我们那个所有的保健品都是属纯天然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您今天吃了一个橘子，你今天吃了一个香蕉，那你可能吃了两个香蕉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但是也就是说一定要注意
医生治疗的药方您不要去管，不要认为说哦，我有这么世界上最好的保健品，我什么都可以不用了，这又是一个错误的。就是把那个药吃好了以后，马上就吃那个营养素应该没关系，对吧？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东西营养素就是一些那个，纯天然的，从植物之中或者是菜中对，浓缩的这些我们所说的水果也好或者蔬菜也好，就是这个，千万千万不要把它了。比如说我们说可能你要吃橘子，在1949年的时候，孩子上学妈妈给带一个橘子啊，你这一天补充的维生素 C 已经足够了。但是到了现在21世纪还这棵树结的橘子，你也想把维生素 C 补足，你最少得带19个半。什么意思？橘子里内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已经在逐渐的下降了。那么我们现在所说你要补充的维生素 C 的时候，它仅仅是把你的维生素 C 浓度提高了，让你就这一片过程之中得到了你日常所需要的。好的，谢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你好，孟医生。听明白了，那个我有，好不好？我看一看。哎，你好，孟医生，我有一个问题。嗯，那个就是体检报告中刚出来说，100是正常，我可能101、102那个左右，就是说稍微超一点点。像这种情况怎么预防呢？刚才听你讲的是先知先觉了，但是就是具体怎么能帮出出主意 ？OK， 像你这种具体出主意，那么我想在这位叫艾米哈，我想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可能您可能很不要紧张。如果正常值你这个体检医院正常值是100，你是101，我们太多的人认为说啊、哦，我稍稍高出一点点。按那个岳云鹏的相声说，我高出一丢丢，但是你已经进入到了糖尿病诊断的标准，这时候你也完全有可以恢复正常的可能性，因为我已经调理过好多的这种糖尿病，已经高到170、180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什么？还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一个那个黑除恶，无论如何你要进行打黑除恶。打黑除恶的时候，把你体内60兆的细胞内的毒素排除掉，把你肝脏里头蓄积的毒素排掉，把你肠道里蓄积的毒素排掉，把你各个器官里多余的毒素慢慢排掉，让给你的体内给你的内环境在一个新的，像我们美国的天空一样，不要有太多的雾霾。之后。再根据你具体情况如何去添加各种矿物质啊，再去加上微量元素，那可能就是一个慢慢一个长期的过程，早期你就是打黑除恶，社会环境才能安定。谢谢孟医生，但是我就是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到底要怎么吃点什么补点什么，或者是就是说有具体的那个指导吗？这个具体的指导的话，我一般在做一个健康讲座的过程之中，我在讲一个亚健康的时候，我常常给大家提到的一个叫排毒四宝，我们所说的一个肝脏宝是排除肝脏的毒素，再一个就是益生菌是调节我们肠道的内平衡，现在可能未来的20年，益生菌将会是医学史上的一个突飞猛进的改变。现在在美国已经儿童地消化道的疾病首选药物叫益生菌，那是它是指药物的，但是很幸运的我们保健品之中有很高纯度的益生菌，能调节我们体内肠道的菌群的失调，那么酵素呢是能让我们的机体更好的吸收有效的成分，能更好充分利用我们吸收进去的，这个纤维素是排除掉我们肠道之中肠壁上已经蓄积的一些，
我常常和大家说，这个纤维素就相当于我们厨房里一个铁刷子，它会帮你把肠壁上的一些毒素刮掉。那么你早期黑毒的时候一定要严打，严打完之后，这时候你每个部门也好或哪个小区也好，你这时再添加各种营养素，到时候你可能要再添加，根据具体情况添加一些鱼油啊、心脏宝啊，或者一些矿物质啊，这些情况。啊，谢谢孟医生。啊，我的理解是，就是说你就是说什么益生菌、什么酵素、什么这些，就是它会帮助你把这身体里的毒素给排掉，毒素排掉了，我的那个血糖就会下来，是不？对，如果你现在医生要给你用了一些口，我想你刚刚偏高的时候，我不知道医生给没给你开过一些口服药，如果没有，那么你就按我这个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在一个幡然醒悟这一段的时候，你就去做，同时进行一个彻底的排毒，一定会把你的血糖调整下来。因为根据我这两年到三年的经验，我已经调理好多糖尿病血糖高的，最高的已经达到过11的，现在血糖已经恢复到6点几。但是在这调理的过程之中，他在服用的二甲酸胍或者是有的是这个胰岛素几个单位的继续的打，当他进行到医院去检测，发现他血糖在下降的时候，医生会根据他的血糖的降低来给他调理。哦，那还好，我现在医生没有让我吃药，他只是让我注意饮食，然后多一些锻炼什么。那不错，那不错，就证明你还没有达到那种是已经那个是非要打黑除，你一定要去打黑除恶了，但是你还没有达到那种是那个不可挽救的程度，所以还属于可挽救的，还没达到那种还可以挽救的。对对对对。谢谢谢谢哈，谢谢这么这么详细的讲解。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不好意思啊，我还想问一下，我听说你们好像有个什么面对面的咨询什么的。是的，我们每个星期四呢晚上7点钟，芝加哥时间是7点，东部时间是8点，啊，大陆的时间呢是早上8点，啊，早上8点，有一个就是我们医者联盟里边的医生都在啊，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啊，像我们现在讲糖尿病，你有糖尿病方面的问题，具体的问题，你的情况应该怎么样调理，应该怎么样来配方啊，到我们都会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家抓住每一个星期的星期四面对面的活动啊，我们会在线1小时回答所有的朋友的问题。那我中国有一个朋友想来咨询一下，也可以呗。可以，我看你说那个就也是用 Zoom 对吧？全球都可以，只要能够连到我们的 Zoom 上面来都可以的啊。孟医生也在，我在，宋医生也在，金医生也在，都在，我们都在啊，都可以回答。那太好了，谢谢啊。谢谢。刚才那个 Amy， 你的医生给你做没做了一个餐后血糖的检测？然后2小时的预约血糖检测，还没有，我今天就是做的餐前。那么你可能就是稍稍就那个12小时，你还跟他变成一个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还可以进行我们的党的政策，还能挽救一命，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还可以得救，可逆的。谢谢你这个状态是可逆的。多谢多谢。孟医生，我有个问题，那个像那个早期或者前期的患者，那个排毒四宝有用，那已经确诊的是不是也是可以吃，也会有帮助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么咱们刚才用是打黑除恶，那你说那个不能判死刑的人，难道党的政策不救了吗？该治疗还治疗，但是这个排毒可能对这些已经高出
已经是诊断是糖尿病的朋友们，可能在排毒的过程之中可能相对时间会长一点，可能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的用的产品可能会一点。就是具体的情况要看他的他的状况是吧，像对，因为我们说没说吗，世界上什么都可以重复，唯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每个人的病情是没有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之后再如何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调理啊，各方面。那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它这个方向是一样的，就是饮食运动还有医生的治疗方案，再加上那个营养品，排毒，就是各个方面都要把它做好，这样是最有效的，是这样吗？是的，我觉得你的听的领悟非常的好，证明我这堂课还应该算是没有白讲，确实是达到了这种程度。医生的治疗一定在医生的治疗必须治疗的基础之上再进行。明白了，谢谢。要有一个好的心情，是心情不好是万病之源，大家把我这句话记住，心情不好绝对是万病之源。记得1978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有一篇文献报道，老干部得肝癌的特别多，原因就是说他们文化大革命时受到冤假错案的冤屈之后，憋气的都气死了，所以说心情是很重要。哎，孟医生啊，请问一个问题啊，这可能挺简单的，就是那个血糖值在餐前餐后正常值是什么？因为我看到有的血糖仪说你餐前低于110，餐后低于140都可以，那这个低于有的109，那算不算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很简单。现在我想告诉你一句话，因为确实有一个标准值，我们常常说血糖的正常值是低于6.1，如果餐后两小时检测血糖要低于7.8的时候是一个正常的血糖，那么如果你高于这个，可能我们就认为是属于是糖尿病的一个表现。像你刚才说是你这个稍稍偏高一点点，那如果你大于是7，糖尿病里如果空腹都大于7了，就定于是那是糖尿病。如果你7.0几 7.1， 像刚才 Amy 差不多，刚刚踏进门槛，我常常给他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讲什么呢？你这个人上班了，你开始贪污的时候，天天贪污500块钱、1000块钱，你还没贪污到上千呢、上万呢。如果你在这贪污，没有一个贪污犯上来之后就贪污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是慢慢的，没有量的积累，可以得到质量。你吃饱饭绝对不是最后一口馒头吃饱，一定慢慢的过程。那么就像你这个说，一定偏高，那么这一定已经到达所说的就是糖尿病前期的一种表现。虽然你的值还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你已经接近这个临界值了。如果大家能通过这一堂讲座能感悟到说，哦，这就是说那个是啊，这就是前期，能领悟到这个，我想这一堂课那么就属于说有意义吧。你刚才说的是那个中国的那数值什么6.几7.几，在美国它是按照好像100 110 140，那是怎么对应的呢？说你可能到芝加哥大学去检测和到西北大学检测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的医学的发展，你每次在各家医院检测的时候，在你的血糖后边它都会标上正常的范围之内。一般你大概的记法就是按中国的你乘上18，几乎就是说美国的这种。哦，乘18。对。哦，好的，谢谢。不客气。那好，今天我们看也是差不多，已经8点多了。那么祝中国的朋友们星期天早上愉快，美国这边的朋友们周末晚上愉快。嗯。